I met an old man. I said, tell me your story. Hi. 在这个婚姻当中，你们之间的爱，或者社会上面很大的事情。甚至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也说过，分享最快乐的一个，不管哪里，你跟随他到。庄仲和小林呢？因为你们对神的爱，因为你们彼此的相爱，我现在想祝你们一个非常有理想、非常有爱心、非常有信心的一个结婚。Walking on down the road.